我今天要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破坏掉，哈哈哈！把食物踩扁、踩脏，嘿嘿，这样别人就不能吃了。嘿，嘿，天啊他！哈哈哈！再把冰箱摧毁。嘿嘿，轻轻一推就倒了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迪迦奥特曼来了，金古乔，我要消灭你！迪迦复合皮卡，不痛不痛，发火！哼，小怪兽有两下子嘛，奥特闪光力量。不要啊！我怕光啊！忽然，金古桥变成了怪兽蛋，然后又消失了。金古桥被消灭了，邪恶终究是战不过正义的。小朋友们，看看我们的迪迦，它是复合型的哦，它还有另外一种模式——胶囊模式，打开身体，变形。腿弯曲，收进去；另一条腿弯曲，收进去；头收进里面，胳膊收进去。转动一下这儿，它的身体翻转过来，哇！复合型迪迦奥特曼出现啦，这就是迪迦的胶囊形态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一期再一起打怪兽，保护地球，拜拜。